监狱，出去干什么呢？里面的人讲话要好听哦，有的气有的猪的，工作是不可能。我还有个好朋友，他的名字叫刘特，偷了我的电瓶，然后他就被关了进来。我把我新来的电瓶吃了，还有面不会。轻描淡写的戏其实是特别的残忍，就喜欢给你这种漂亮的女孩送点小东西，惊喜吗？就挺惊喜的。我是第三回合，第三套什么时候办？我告诉你，我是第四套连插这送你的，送我的。我要是割着牙了，我连换假牙的钱我都没有。平方泡妞的方式，我要说是傻子，我还不是傻子。